减脂期很多人都喜欢用粗粮当主食，今天就教你们一个比蒸紫薯好吃10000倍的无糖无油紫薯芋泥饼，香糯酥软，好吃不胖，减肥党必学哦。陛下今日特供紫薯芋泥饼，先把紫薯和芋头切片，放进蒸屉上锅蒸，接着做饼皮儿，200克中筋面粉，1点盐增加筋性，少量多次倒入开水烫面，这样做出来的面皮儿更加酥软，边倒边搅和，最后上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放一边醒15分钟，把蒸好的紫薯芋头捣碎备用。醒好的面团揉成条，切成50克左右的面剂子，擀成掌心大小的皮儿，把紫薯芋泥球包进去，再压扁，擀成大薄片，接着放进无水无油的平底锅里，小火烙到饼皮变色就好了。还想让包子做什么菜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记得点赞加转发，以及按时来看我吃饭哟。